下列各方程式当中何者没有实数解呢？好，那我们要看有没有实数解，我们就要利用到判别式。那没有实数解就是我们的判别式 b 平方减 4ac 的部分呢必须要小于0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小题， x 平方减4等于0。好，那这个 b 的部分就是一次，好， x 一次的系数，那它是没有的嘛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x 平方加 0x 减4。好，所以呢它的判别式的部分 b 的地方呢就是 0， 所以0的平方减掉4倍的 ac， 好， a 呢就是 1， c 是负4。好，所以0加上16是16，那它是大于0的，所以它有实数解，而且是两个相异实根。好，所以呢 A 这个选项不是我们要的。好，再来 B 选项呢，它的判别式会等于什么？ B 平方是负2的平方减掉4倍的 A 跟 C 乘在一起，好，所以呢就等于4减8，好，等于负4是小于0的，所以呢它就是没有实数解的，所以 B 这个答案是我们要选的。好，再来 C 这个选项，判别式等于 B 平方， B 是3减掉4倍的 AC， 好， A 呢是 2， C 呢是负4。好，所以9加上这边呢8 4 32，所以9加32呢是41，是大于0的，所以它也有实数解，所以 C 选项也是错的。再来最后一个选项，判别式等于 B 平方减 4AC， 好，那我们呢把 B 是负2带进来， A 是 1， C 也是1，好，所以4减4等于0。好，当判别式等于0的时候呢就会有两个相等实根，所以第四个选项也不是我们要选的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呢要选择 B。